你如黑暗中星光，再远你都能照亮，微弱星火能燎原，当你突破来点燃，主，你离我不远，向我靠近，主，当我等候你，你就靠近。你如夏天的夜晚，太阳下山却仍温暖，每个阴影变光明，每个破碎都被更新，主，你离我不远，向我靠近，主，当我等候你，你就靠近。你侧头，我心不再有距离，我和你，我和你，你如此靠近，如我胸中气息，让我吸进你的生命，你就在这里，神与我同行，以马内利，以马内利，你无穷无尽的荣耀降临，耶稣，耶稣，你如黑暗中星光，再远你都能照亮，微弱星火能燎原，当你突破来点燃，主，你离我不远，向我靠近，主，当我等候你，你就靠近。你如夏天的夜晚，太阳下山却仍温暖，每个阴影变光明，每个破碎都被更新，主，你离我不远，向我靠近，主，当我等候你，你就靠近。你侧头，我心不再有距离，我和你，我和你，你如此靠近，
入我胸中气息，让我吸进你的生命。地就在这里，神与我同行。以马内利，以马内利，地无穷无尽的荣耀降临，耶稣，耶稣，地就在这里，神与我同行。以马内利，以马内利，地无穷无尽的荣耀降临，耶稣，耶稣。祷告使困境得到改变。上帝答应我们说，如果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地奉主的名祷告，神就在他们中间，也要垂听他们的祷告。面对困难，一直的哭泣、抱怨、难过、痛苦，其实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今天你可以来试试看，用信心来祷告。主说不要怕，只要信，只要相信，一点不疑惑，就可以看到神的作为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，有一次美军被困在一座小岛上，在敌军四面包围之下，他们没有食物也没有水，只能在那里坐以待毙。在炙热的天气底下，使得这些军人越来越口渴。痛苦的军人们觉得生不如死，觉得快要支持不下去了，要不是冲出去决一死战，否则就只能够双手投降了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军队里面就开始出现了一些骚动，有的人叹气说，看起来真的没有希望了。可是有一个人向着大家来喊话，这个士兵他说，伙伴，我们还有一个机会。大家都好奇地问，到底是什么，我们还有什么机会？这个士兵说，我们来祷告，我们来祷告，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。没有想到大家都摇摇头，觉得上帝似乎在遥不可及的地方。就在这哀声叹气当中，仍然有一些人，他们勇敢，他们凭着信心在那里祷告。突然之间，就在这个时刻，对方的敌军他们扔来了一个手榴弹，就在附近的岩石边爆炸了，尘土飞扬，岩石碎片掩盖了他们。当士兵们挣扎地从灰尘中出来的时候，他们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奇迹，竟然有一股清凉的泉水正从破裂的岩石中涌流而出。敌军的手榴弹反而为他们解决了缺水的困境。有一些士兵们就纷纷地说，啊，原来神离我们不遥远，原来神真的听我们的祷告。好多人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发声，他们开始来感谢神。是神离我们不远，他是听祷告的神，神不偏待人。就在最困难的环境里，就是我们离神最近的时刻，让我们用信心祷告，祈求神怜悯，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，祈求神来医治我们的身体，改变我们的儿女，赐福我们的工作。只要相信神，他一定会帮助你。不管你现在你的困境是什么，亲爱的朋友，
让我们像这些士兵一样，我们可以在患难当中我们来祷告。虽然看起来前面都没有出路，可是你不知道，就在你没有想到的时候，神迹就这样发生，困境就因着祷告得到改变。神说不要怕，只要信，只要相信一点，不疑惑，你就可以看见神的作为。